老妹儿，一条围巾你想5天不重样？来，继续给你安排上。第一款方巾掐吧掐吧，从脖子这边呢绕过来，一条腿从侧边穿过来，把另外的一条腿呢拉过去，打一个结扣，整理一下就好啦。第二款方巾一直掐褶掐到头，放在脖子上，把另外的一条腿呢压过来，在你的脖子后固定，一个完美的海螺花就出来啦。第三款丝巾对折放脖子上，两撇呢直接从这边穿过来，再拎起两条腿往后翻，左边的腿掏过来，把右边的腿呢也掏过去，整理一下，女神范儿十足。第四款方巾对折再对折，上边这个角呢对折下，一直掐到头，用皮筋固定。拎起两撇，在你的脖子后固定，中间部分撕一个美美的小花，就这戏法，怎么搭配都好看。这么多款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会？双击爱心，下期再约吧。大方巾对折对折，在你的脖子后固定，拎起一个边呢，掐褶，再用皮筋固定一下，把皮筋固定好的部分撕一个美美的小花瓣，一个特别完美的造型就出来啦。喜欢的妹子双击。首先准备一条大丝巾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丝巾呢给它这样子对折，再拎起两个边呢，继续这样子打一个结扣。打完结扣以后呢，把这个撑开，像衣服一样的直接穿在身上，再拎起两边这样子直接打一个结扣，然后把我们两边这个丝巾呢往下放，整理一下。整理好之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比较简短一点的小防弹衫就出来了，特别拉长腿型。